往事落落，人难不是盲目。如家女传统是谁带领我们的脚步？百年前的抗战，正是我今日的明珠。不到今后的关头，血不清月山东。给唱的歌，大家晚上好，我是中国人，送给大家，谢谢大家。我看看做 VIP 的，对。情往事落落，人难不是盲目。如家的传统思想，带领我们的脚步。正是我今日明珠，不到今后的关头，却不情愿三斗。人不可人的时候，我为天伸援助，同胞守护儿山待我，我为牢牢记住。我不管身在哪里，是中国人，不论是在何处，是坐在光辉。接着下来一首歌曲送给大家，一首相信大家蛮熟悉的一首《龙的传人》送给大家，好不好？我再听一下你们龙的掌声有没有？谢谢大家。他的名字就叫长江，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河，他的名字就叫黄河。西部却看见长江北，梦里长生有长江水。西部却听见黄河传，红牌汹涌在梦里。大姐你好。现场喜爱听老歌的朋友送给大家，谢谢，让我前来回味这首歌，谢谢。当年高峰万古下，黄沙万里长，何人出传来驼铃声，声声叫心烦。十年路，飞中千里山，天边归雁平。
在一边吧。风沙挥不去苍白，海棠心里你哪次都没有用那红包上来填对吧？旁人刚风温不下，黄沙万里长，托定神神神交心啊，盼望他生十年路，杯中千里山，天边归雁一场下，相伴在一边吧。谁知多少个情意门亏西关。